gentleman. Gentleman， 有心的帮主播点点心嘛，啊不好的啦，有心的点点心的啦，谢谢大家送礼物啊，谢谢送礼物的朋友 ，Thank you。接下来我们又到了点舞的环节喽，有心的给主播指指心，不要只是看嘛，动动手嘛。动手的位置也要换一换嘛，一会儿动动这儿，一会儿动动那儿，是不是？不要老是在一个地方动嘛，真的是你们好讨厌的嘞。来，接下来点舞了啊！第一个舞叫痒，第二个舞叫小野喵，第三个舞是一个英文歌曲叫 Mercy 啊。大家喜欢哪个舞，在公屏上面扣啊。三、二、一，恭喜这位就有朋友点舞成功，一首痒送给大家。我这说的是哪国的语言我都不知道啊。下面有新的个主播走走，宝宝们快点上一上，乖乖的啊，加油加油啊，念你们的手速的时候到了啊，谢谢送礼物的大哥啊。第一首是痒吧，是痒啊。欣赏他慵懒来一片云中，只等只等有人与之共享，他是绵绵一段乐章，多想有谁懂得吟唱，他有满满一抹柔光，只等只等有人为之绽放。
好了，下面的星星点了没？哎，还有时间呢。看舞蹈，就来九九三全网级专业又有颜值的舞蹈频道。喜欢看跳舞的朋友，记得点点左上角五星舞秀嗨翻天的预约啊！在这儿可以看到好多好多好哇塞的妹子啊！有星星的帮主播走走星星啊！有礼物的给主播来点棒棒糖，好吧？来点棒棒糖。我不要免费的礼物，免费的礼物不要送给我，真是一个也是爱啊，一分也是爱，何况是一个棒棒糖，那是一毛，那是满满的爱啊。来了，那个啥，继续点第二个舞啊。我们还剩下小野猫和 Mercy 两支舞蹈啊，大家想看什么舞蹈，在公屏上面扣出你们想看的舞蹈，来吧，上吧，冲吧，扣吧，3、2、1，恭喜这位榴莲朋友点舞成功啊！一首小野喵送给你们。其实小野猫跟痒差不多啊，都是软绵绵的舞蹈啊。谢谢送礼物的大哥，谢谢我晴天哥，是我晴天哥吧？谢谢果果，礼物走起来，同志们、朋友们，一毛年吗？开玩笑了，感觉像在干啥似的。好了，马上给大家跳羊啊，不，来跳小野猫啊。Hey boy, come on, baby.
好了，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啊。刚刚那首叫小野猫啊，对，这小野猫这么有名的歌曲你不知道吗？来，那个下面有新的啊，想给主播点心的继续点心。谢谢那个送礼物的朋友，刚刚那个是叫思念歌吗还是什么？谢谢周天哥 ，Thank you， 谢谢大家送礼物。还有四十秒的时间，大家那个把直播通知点点啊，有心的把主播点点心。然后这个看舞蹈就来993全网最专业又有颜值的舞蹈频道，大家喜欢看跳舞的啊，喜欢看跳舞的记得点点左上角五星舞秀嗨饭店的预约啊，在这儿可以看到好多好多好哇塞的美女。谢谢小一，谢谢大家送礼物。我是四川的，我在成都，我是四川的，有老乡也可以点点直播通知，好吧？喜欢主播的，那么今天就到这儿喽，然后明天再给大家，明天见啊，今天。